弟弟加油一下哦。我们到了哦，要加油哦，知道吗？对不对？那你今天提醒他哪个漂亮？志勋帮弟弟加油一下哦。宝宝有唇腭裂的情况，我没有办法生下他，你爸妈会怎么看我？我也会拖累你。到底为什么会是我们的孩子？到底为什么会是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一直都处于不断的选择和被选择，选择以后要做什么，选择要过怎样的生活，但我从来没想过在怀孕的第24周，我要面对的是选择该不该生下你。妈妈肚子可能有点冰，我们忍耐一下哦。妈妈，我们刚刚做了超音波，发现你们的宝宝有唇腭裂的情况。什么？唇腭裂，这是几率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唇腭裂的发生是胚胎在发育的时候，脸部的左右两边慢慢往中间融合的过程中出了一点差错，导致宝宝有单侧。来，先喝杯水。我们也不希望宝宝是这个样子啊。我没有办法生下他，他一出生就要面对手术的痛苦，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可以照顾他，而且就算手术成功了，那时候呢，别人会怎么看他？别人怎么看他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想啊。所以我应该要怎么想？我没有那么勇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陪他面对这个世界。那你想要这个宝宝吗？如果我生下他，你爸妈会怎么看我？
如果我生下他，我也会拖累你。我不能这么自私。不会，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我们一起面对。到底为什么会是我们的孩子？到底为什么会是我们的孩子？你们决定好了吗？我们大概了解重额裂手术后续的状况，但我还是很犹豫。会担心是一定的。其实唇腭裂对宝宝的智商不会有影响，四肢发展和活动力就跟一般小孩一样，只要经过手术恢复状况良好，唇腭裂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可是我还是很担心。有罗惠夫乳炎基金会可以协助你们，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向基金会的社工咨询，你们不会是孤单的。现在宝宝在肚子里已经有心跳了，他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也可以感受到你们的心情。宝宝会选择你当他的妈妈，这就是一种缘分。我想把他生下来。喝得很慢，他好像不太舒服。等下产妇院不是会来吗？我们再问看。喂奶的时候要记得角度呢要立得高一点，这样宝宝喝奶才会比较顺利。来，妈妈先试试看。来，再高一点，角度再高一点。宝宝好棒哦，妈妈也好棒哦，就是这样。爸爸会了吗？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跟基金会联络，你们不会孤单的。无论你是什么样子，都是我们最爱的孩子。你很勇敢，妈妈也会很勇敢。谢谢你选我当你妈妈。我叫婷婷，我今年四岁。我叫小米，今年十岁。我叫阿仁，现在20岁。我是在20周产检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宝宝疑似有兔唇，所以我们就来到罗惠夫基金会。基金会的古小姐她其实也有跟我们分享一些家长们的照顾方法或者是案例，甚至告诉我们之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那我们就会更安心一点。你今天来吴昕老师这里上什么课？发音课。在哪里受伤的？你肚子里。在我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受伤了，对不对？在7个月的时候发现的，很担心啊，很紧张啊，想说这样小朋友要怎么照顾啊，所以我们就上网去找一些看说这种小朋友要怎么做，说我们认识的基金会，那时候就比较放心一些了。办基金会的活动我们都会去，认识其他小朋友，看他们都跟你一样这样子。知道唇腭裂那时候已经是6个多月了，那时候安胎的时候就接触到基金会了。我们看很多案例，从刚出生的，然后到第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到
已经开完正颌手术的那种情形，不同的小孩，可是我们看到的那种情形就是很完善，整个就是好像正常人一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植骨基金会，为了那一次前面做了很多建立一些心理建设的准备，给我们一个人一个娃娃，然后让那个娃娃成为一个勇气的化身，然后陪伴在你身边，然后可以在你手术的时候他也可以陪在你旁边。可能在其他人眼中觉得说这是缺少一些什么，可是他也让我多获得了些蛮多的东西。这样我现在看他这个样子，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那他会越来越好的，不用害怕，做手术完会变漂亮。我们的决定是对的。我很勇敢。妈妈我爱你。我也爱你。妈妈我爱你。谢谢你选我当你妈妈。谢谢你选我当你的妈妈。谢谢你选我当你的妈妈。